做的时候，这个也是这样用双面胶吗？还是用？后面做的话不会用双面胶的，哦，除非是做不了的才会用双面胶。这个是前面还是后面？反面，后面，后面啊，嗯，背面。 这个是前面，那个是前面，有字的是前面。这个是前面啊？对。它那边多了一个白边，是不是因为它没留的原因？白边就是因为我刚刚已经把它给割掉了嘛。哦。这个等一下，我切上去之后，把你这个成品书不是要裁切一下吗？它就切掉了，就没了。但那个白边是靠近风，靠近风那个腰封的地方哎。嗯，不是，是靠近梳口这边的。靠近腰封的。 你看一下，我设计的，你的意思是这样子是吧？对，是这样贴的对吧？对。好，那我就要把它割掉。是。我，因为我设计的时候，我切的它是腰封的。那我可以把它割掉。嗯，没事。哦，这本切下来，这本就好了。这白纸，对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做半裸的。 一般都说，要不然是那种，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空背的，前后都粘了，但是背上是不粘的，背上是这里是可以打开是空的。哦，那这本做空背的吧？反正有好几种做法的，就是我准备四个是做四种不一样的。哦，这样的，那这个是这个，如果做空背的话，这个是可以不要还上的。哦，就是直接粘在那个上面是吧？对。但我想直接粘上面会不会太丑了？也不丑，就是最后一页就拉不开。不，就你就粘一点点呀，就粘一点点嘛，它是这个样子，还是会打开。那你觉得你这个要是粘那个？你觉得你会喜欢哪一种？ 两个环衬还要一个，这本做一个环衬，后面做两个吧。
刚好一页。就只要一个黄圈了。对，前面就不，就是半裸的嘛。没弄上来，就线路还是在，刚好还可以裁切掉这里，对吧？切不了那么靠吧？哦，能切到这是吧？对，边边还可以，刚好在这个孔。这个还没裁切，这个先理一下。就这样。